你所追求圆满家庭，看起来，到今嘛还是无出现一个能跟你共心的人。我好将的心，总会不都一定过，就是要跟你靠近时，伤人先醒过来。无你，我今我都爱你。对什么开始，咱想我互相尊重，不准去打球拍我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喽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现过去搁甲迄款生活无法度转去，我嘛无法度搁做丢家的人，要互我的未来一个人行，莫搁甲有任何的交集啊！你利用这个机会，或人心作践吧。我心里这个代志是我挑讲出去，我就是要修理张仁心替子田做鬼。我袂当互我唯一的护身符你搞放鬼！是你家己心焦的，而且让子婷的爸爸杀人，你哪会怪子婷？你这个人哪会这么高明？我已经这么清楚表示，我要跟你切断关系啊！你一直烦，一直烦，一直烦，到底是咪创啥？刘信，我警告你，这么搞笑？无可能，张家良不是善男信女，这摆我是让伊拿来开刀，把我解决就是。我有一个方法，会当让张家良一刀毙命。把高秋的体型提升，我跟严胜元接头的人是大力，快速警方来找到伊。我都麻烦了。你敢要去见？你敢明仔载是罕见啊？所以我不相信，我今麦要来去求证。哎，你不让去啊？阿香啊！大力注意我！奶奶！你在打我的底线，都是我们感情更加好。我把我都吞了，我今我都爱你。你怎么在搞啥？咱结婚离了三年。这8447的日子，你敢剩3078岁不？别再动手打我！